义第三。孔子谓季氏：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者以雍彻。子曰：相为毕恭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仁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季氏旅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汝弗能救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伸，下而应，其争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会事后素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其余者商也，时可与言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，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，无能言之，讼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